部约会单元推出至今都受到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就连艺人朋友们也都希望可以上这个单元，而多多认识新的朋友来联谊。而今天康熙做小组特别邀请了五位演艺圈知性又成熟的单身女艺人姐姐们，要来跟20位不同领域的帅哥型男联谊。今天就让咱们的康熙再次以盲选的方式替演艺圈这些寂寞的姐姐寻找真爱吧。所谓的盲目约会，就是真的在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之下来选择你可能可以交往的对象。康熙来的过去所尝试的盲目约会几乎都失败了啊，因为表面上大家好像觉得盲目的情况下可以比较了解对方的内心兴趣，两个人是否能够相处，可实际上一看到真人的长相之后呢，大家的心里都改变了，所以盲目约会就是个神话。而且今天要来约会的几位女性，她们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外形一定要不能太差。如果是以外形为主，为什么要参加盲目约会？这不是很讽刺吗？他们不就抱着有可能会遇到好的条件的人啊？ Okay, 或者他们经过他们很精确的测问之后，应该可以猜到哪些人外形是符合他们要求的。那要遭到这些女士们拷问的呢，是我们今天来参加的20位男士，我们欢迎他们。欢迎啊，欢迎欢迎。好，20位男士呢，他们放眼望去，因为都穿了可以展现身材的服装，所以应该看得出来谁比较有肌肉线条，谁是走放松的路线。然后有些人现在也可以离开现场的东西。你这样需要离开的吗？你这样讲，还没有进场的女士们听了有多么心寒啊！好，来，我们把帘子升起来吧。好，升起来。再见啊，再见。请问这位女生？我是康熙的康姐姐啦，哎，对，新角色吗？哎，新角色，我今天也是来参加联谊的。所以啊，我刚刚都看到了，怎么办？请问你的服装风格是？哦，服装风格是一种混搭啦，哦，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好拖地什么的。所以请问康姐姐几岁？啊，我今年其实蛮年轻的，大概40几岁，只是保养差一点。对，好，我们现在已经把男生隔开来了，所以等一下女生们进场的时候呢，就不会看一眼看到他们的外形了。好，那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女士们是不是能够拷问出来他们心仪的对象是谁。我们欢迎这五位女士进场吧。好，欢迎五位。哎，徐佳蕾，秋慧来了。啊，这边请哈，来来来，请请，来来来，欢迎五位，请坐。哇，怎么阿娘喂，我的也鸡尾嘞！哎，这五位今天，他们是约好了穿很粉嫩的颜色吗？很春夏哎，你们我们一向都这样子的。你们放眼望去，像一盒可爱的糖果一样哎。Candy，Candy，马卡龙只是放在冷冻库比较久的。Candy，过期的马卡龙。哎，所以会把他们五位凑在一起，应该是有某些意义吧？就是他们都比较世故一点。就是来看我们的笑话，像我们这一团呢是亲和力非常强的，像我是比较通俗的，对，通俗的，啊，我是比较通灵的。那我呢，我就比较民俗一点。我个人是属于低俗。那我的庸俗，因为过去我是女佣嘛，庸俗。徐老师呢？婷婷可以参加联谊了耶。是啊，可以了，我现在可以了。我过去是女佣，我现在已经变成在市场上还在走跳的人了。虽然不能够说20位都非常的理想，可是，有一定比例是很不错的。我看到好多位适合秀慧姐，有我的菜，有，还有谁？好几个。可以用台语聊天，聊得很顺。恭喜！暑假我就过来代志。不啦，我是用菜写的。啊，那我的中文。我先看看。我跟你讲，他们五个人先讲他们最近看中的男生的类别，然后作为我们的参考。好。有一位锁定黄仲坤先生的是谁？习惯了。黄仲坤对你来说的重点表示是什么？因为我喜欢那个胸肌很厚的，很 man 的，然后呢，哦，这边很多很厚的，可以保护我的，厚哎，有安全感。譬如说我去逛街，有个人有个色狼，他要戏弄我，就说啊，老公，他要戏弄我呢，干嘛？我就保护。那请问一下，如果他胸肌非常厚，但是148公分，这可以吗？现在有这样吗？我请问一下，里面是有菜头哥吗？弃权，不太不是菜头哥，是小亮哥。不是，因为如果你只要胸肌的话是有啊，可是脸蛋跟其他的嘞，那个比例要配合一下。我跟你讲，如果我们问了身高几公分，
体重几公斤，你们自己能够算出来那个是分配在肌肉上面，还是分配在脂肪上面吗？大概可以吧，嗯 ，OK， 应该可以。好，那黄仲坤类型的话，你放眼望去觉得我看到一个是黄，哎呦，两三个，哇，你是看到鬼吗？没有，我真的看，我看到三个是可以，是黄仲坤。意思说我今天就可以三中一，我今天一定可以吃得很饱就对了。应该要不要啊？应该拒绝吧？他们不能拒绝的。哦，真的吗？真的。是谁吗？他们知道你们是谁。听你们声音，他们有人不知道你们是谁。对呀，哎，你知道我们是谁？他们等一下，他们是来了之后才知道，还是来之前都知道？他们是为了赚通告费，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就是为了赚通告费，就是为了钱。因为钱没错。等一下，许佳瑞，我公平一点，我先替你问一下，这边有没有欣赏你的人，好不好？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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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过曲家瑞要先讲，他喜欢的男生好像最近是一位偶像剧的男主角。Yes， 我最近迷上了谁？胡宇威。Bingo， 而且要卷卷，有一点点卷卷的，烫一点点的，而且还戴个眼镜。这边有吗？我跟你讲，瘦型的，但是有脱了衣服会撞的。我跟你讲，这边有两个胡宇威。欣赏曲家瑞这个人的，请举手好吗？我看看有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高一点，你有八个耶，九个吗？有九个，哦，对面占了几个？二十个，来吧，等一下，我妈妈都会接受你们的，三个，你要他妈妈接受你啦，曲家瑞。许佳瑞，我跟你讲，楼下有消防队吗？现在许佳瑞，我跟你讲，今天刚刚举手的九个人当中，有卷卷的，有一些人是我认为今天的前三名。可是我希望你猜得中他们是谁，所以等一下你要努力一点。罗美美的对象，我本来是乔治库隆尼，可是最近我又改了里奥纳多，有里奥纳多。你要到真的有李奥纳大，有船啦，我真的是有船。好好，杨琪，你的理想对象讲一个类型好。那 Kevin Bacon， 不是，他演技派，凯文贝肯吗？有，有，真的假的啦？有啊。现在单身的婷婷小姐，你的类型是？我希望有巧克力肌，而且我希望呢，他有坏坏的眼神，然后让我可以看的就是整个血脉喷张。腹肌是不是？你说腹肌要像巧克力，要有黑吗？一排一排的，是不是？其实我比较希望要人鱼线，有身材的，至少五个跑不掉哎。所以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以有人鱼线吗？有穿吊嘎的吗？有穿吊嘎吗？我跟你讲，我让 S 帮你确认其中几个好了。那个婷婷希望确认人鱼线，你觉得谁应该把衣服让你看一下？他可以借我们看吗？不行，什么都给他看。坐好，我可以把眼也好。哎，进来进来进来。我就是为了看，我可以直接把我也要看。你到他面前去好了。好过分哦！不要讲这话。哎，这是主持人自肥的节目吗？对啊，这是主持人自肥的节目吗？真的自肥耶！好过分哦！对呀。算有吧，有，我以为有，可是不明显，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才一点点，你要不要回家？已经在家包围了，已经看到一个了吗？他说有五個，这个有没有？有五个，他没有人鱼线，不是，不要吵。S在检查这一位的人鱼线不是很明显，可是他有一些毛发，我觉得是会获得女性的青睐。比如说在肚脐以下，对。因为像我个人还蛮迷这些的。OK， 好，你不放下把衣服放下来，你走开了。不好意思。哦。哇！就是一只人鱼。
很壮。有，我看到人线了。什么道理呀？我可以再多看一位吗？超不开心的，跟我们讲一下，快点。我在跟你们分享嘛。没有，我没看到啊，摸一下啊。不要吵，不要吵，来看一下。这个虽然人鱼线不是很明显，可是我觉得他在我心中条件算是蛮好的。一号到二十号，请他们依照顺序回答一个事情哈。好好好。那因为今天的年龄比较悬殊，我不想要直接问年龄，所以我会请他们说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可以带这个女生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话，他们会带着女生去哪里旅游？好。所以如果要带女生去一个理想的地方玩，一号你会选择？我会带她去香港。我会带她去花莲。三号，你会带女生去哪个城市玩？我会带她去外婆家。啊，外婆家？所以你外婆家在哪里？在屏东。所以是拜访外婆的意思吗？对，因为我觉得那里我比较熟。可是因为像秀慧姐跟你外婆差不多大。所以她年纪小。外婆，聊外婆很聊得来。优质型的一开口，杨秀慧变质有没有？麻烦五号，你要带女生去哪一个地方？喂，我会带女生去台湾，然后看她想要去台湾哪里玩，然后我们就一起规划，然后去那边玩。你没有是台湾人吗？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你自己可以有一个。这个是台湾人啊，一般台湾人拿到麦克风就喂。是我没有料到他是台湾长大的小孩啊，所以他太帅了。你是台湾长大的？我是。你没有去国外念过书吗？我只有去日本工作过。所以什么？哎，在日本都喜欢。那个职业我们不能问啊。所以你会讲流利的日文吗？不会，因为周围的人都讲台语。我厉害嘞！你的菜啊，你的菜啊。不过四号，你要带女生去哪一个城市？海洋中的一个小岛。麻烦五号，你要带女生去哪一个地方？喂，我会带女生去台湾，然后看她想要去台湾哪里玩，然后我们就一起规划，然后再去那边玩。你没有自台湾人吗？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你自己可以有一个。他真的是台湾人啊！一般台湾人拿到麦克风就喂。是台湾人啊！我告诉你，看掉这个你会后悔。他还要补充，台南吧。哎呦，为什么？因为那边是我外婆家。太好了，怎么也好啊？那边真的很有感情。谁没有外婆啊？就很意外。然后讲的外公也安静一点。六号，麻烦你回答一下，你要带女生去哪里玩？我可能会带女孩子去广西南宁吧。什么东西啊？广西？为什么？是广西？因为那边是我去过比较。最漂亮的一个城市。哎呀，这个讲话配杨秀慧啦。对，台湾口音非常配杨秀慧。六号，请问你杀的人都埋在哪？我家后院去看看。他约在摆在广西，这样子。七号，对对没错。你要带女生去什么地方玩？应该会带她去美国洛杉矶吧。八号，你要带女生去哪里玩？我的话我会带去日本。九号，你要带女生去哪里？我拢会揣机海景啊，吹风。秀慧姐，你去海边吹风吗？厉害，真厉害啦！厉害，厉害！跳多拜啊，跳多拜！在吹风。可是你平常时干嘛要啉烧酒嘞？加减。加减吼。加减啊！借问你拢啉什么酒较济？高粱。高粱。哎，马上叫你出来啦！你需要一个酒友是不是？对，而且高粱，我也喝高粱啊。十号，请问你带女生去哪里玩？Maybe 夏威夷。Maybe 他说了 Maybe。你去过吗？一次。请问你上一次整形是什么时候？我也希望要整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的鱼尾纹很多。什么？所以他很韩系吗？鼻子很挺，是他的韩系的那一种，挺到不能再挺了，三根都要只有刀片，然后有放有戴有放大片吗？我比较想要弄修眉的，有修眉毛，有修眉毛。我只能跟你讲，他的长相有点类似秀慧姐，像我。好，我给你们一点好消息，上一次去健身房什么时候？三天前。然后待了多久？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在三温暖。
我觉得好，我觉得他的背景很令人好奇。对，等一下 ，S 姐，所以他是就比较浓妆的那种，是不是？他没有浓妆，他只是五官比较立体。那是天生的吗？我不知道，他有画眼线，我觉得你们有没有画下眼线？我觉得今天的联谊信就不应该问到这么细。他脸上就是秀慧姐的外星人，对了。11号，请问你要带女生去哪里？我会带女生去巴厘岛。那你多久没去健身房了？哎呀，我不准你再问这一题。我这题还好吧？我昨天，你不是昨天才去的？昨天才去，应该不高吧？啊，我可以告，我可以帮你问啊，几公分？174。啊，太矮了，174啊，174还太矮，174男生起码要176吧，我大概180就 OK 了，嘿，你好意思180？你什么大小？等一下，多高？180的举手好不好？180就有4位哦，太好了，出类拔萃就这四个，就这四个。好，来往下走了哈，12号应该会带女生去欧洲各个国家。哎，太好，这个好，这个好，那这个有点是你有去过那边玩吗？没有，因为我家人常常去欧洲。就你了，就你了，为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上一次去健身房什么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去健身房。哇，好，我要走，我要下一个，输你啦！我要到下一个了。他一定生意做的不大，生意做大没有办法每天去。对，请问你带女生去哪里玩？去日本。我要到14号了。好，带他们去垦丁。15号，请问你要带女生去哪里？美国的迈阿密吧。英文？什么迈阿密啊？迈阿密。16，请问你要带女生去哪里？泰国吧。你应该不是属于健身的类型吧？有在想健身，不久前有去抽脂。抽脂？真的假的？对，就做了胸肌、腹肌跟人鱼线。哇，这个刚刚他说什么？你有人鱼线吗？一点点。他去雕塑的，因为过年的关系，可能已经比较少了。可是之前做人鱼线，借我们看一下吗？天哪，已经消掉了。雕塑啊！天哪，看一下，你他那是假的，人造的。你那是还在淤青吗？对，好像还没有恢复哎。对，快要恢复好了。他好像是我遇到第一个本人做这件事情。是。就是胸肌、腹肌的一线跟那个屁股有垫翘一点，这屁股也有垫，屁股坐翘一点这样子。哎呦我的天！来17，基隆，基隆哎呦，我的故乡。因为我住基隆啊，所以你很熟那边，对不对？对，因为我想说带女生如果去不熟悉的地方不好玩。18号，你要带女生去哪里玩？我应该会带她去威尼斯。威尼斯我喜欢。因为我希望它是一个知性感性兼具，那就是我嘛。最好腿修长，这样我就可以看它。你说的是我，你说的就是我。穿内衣走在海滩上的样子。两个镇定一点，来，我帮你们问一下身高哈。好，请问18号身高？183。哎，我的。体重可以讲一下吗？72。你应该今天有去健身房吧？昨天有去。刚才为你举手的九个人当中，有他在内，选我，选我。可是你跟罗妹妹可能会撞号哦。19，你要带女生去哪里玩？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澳门，他们那边可以游山玩水，而且还可以玩那个赌场，那个4手器嘛。什么？另外一个是法国巴黎，因为他们女孩子比较注重时尚。OK， 好，我要问最后一位了哈，20号。你要带女生去哪里玩？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带去日本。然后我自己的话是还蛮喜欢日本的 dancer， 我也想要顺便去那边进修。嗯，所以你是跳舞型的人？对，我会跳舞。你是跳哪一种舞啊？我是跳街舞拉丁。拉丁哎，要这样子哦。你可以现在来一下，那你可以跳一下给 S 来一下。在这边往前一点。对，我看一下 S 姐可以来一下。所以他有长得像哪一个艺人吗？他有点像宋一鸣，但是是变成是 Q 版。对，他像桂纶镁。对，桂纶镁。桂纶镁。桂纶镁。那个男版桂纶镁。宋一鸣加桂纶镁。Q 版。做成公仔。公仔 Q 版嘛？对，公仔版。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因为今天五位女生都是主见很强的人，所以我想早一点让你们看到他们。加油！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要请他们先把号码牌藏起来。哦 yes！ 天哪！还是位男士，请把你们号码牌藏到你们的口袋里面去。好，然后你们呢？位置需要交换吗？你们互上下互相随便的换一下位置。好，来。我选了三个，我挑了四个，我挑了三个，怎么办？我想先请教一下，你们选出来的号码是哪几个啊？婷婷，
你有几个号码？我是选三号。他问你几个，你先不要急。四个。OK， 你选的标准来自我会看他想要旅行的地方是不是我想去的。OK，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健身。所以我刚刚问的健身那题很重要，是不是？蛮重要的，其实是我就是参考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依据。这也太容易，那我们就干脆都发那个健身的人来就好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健身菜。是啊，是啊，我希望你们有一点灵魂呢。嗯，对。杨琪，四个。7号、10号、12号跟20号，所以选的标准是来自也是有趣的地方跟说话的声音的感觉。就会，嘿，我选了四个啦。好，好，哎，我选的都比较 man 一点。6号、9号、10号、18号。OK， 因为6号他说像杀人魔嘛，杀人魔应该很有威猛才能杀人啊，对不对？应该蛮有气魄。还有一个跟我呼气脸的不是吗？有，对对对对对，还有个喝高粱的不是吗？哎，有，还有个威尼斯那个，哇，那个身材真的是跟 model 一样的，哇，18号那个赞，好，哇，想猜。许佳瑞，你选了几个？我选啊，其实我一开始那个2号我就打了一个勾，因为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然后他讲花莲，我觉得也不错。然后3号他说要带我去外婆的家，我觉得他应该是帅的，从声音来判断哦。然后再就5号，因为他嘴嘟嘟。你到底选了几个？对，你已经2、3、5了。你看到我选那么多个，然后5号他说嘴嘟嘟的。许佳瑞，我放宽一点，我给你5个名额。对啊 ，OK 了。10号、5号、18号、7号、10号、17号、18号，就这样。好，对，5个。OK， 5个了。来，罗妹妹，我想15号跟17号，你们帮我选一个。15号，我们现在没办法选，因为号码已经不在了。哦，因为我选了5个，所以我要你也5个，你也5个，所以15的他打什么？所以我是7号。LA 那个LA 一定要，因为我是假洋鬼子嘛哈。在12号那个欧洲1178-73的那个我也要。迈阿密呢这个也帅，我也要。穿着15号，然后呢17号，因为他是基隆人，又是肌肉男，我是基隆人，我一定要捧基隆人的场。所以再来18号，肯定就是我的，肯定要。好，只要你们所选的那个4个或5个当中，有一个是你真正可以从人看脸看外形就猜中他是那一个的，猜中了你们就可以要求他对你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原则上是希望他们可以抱着你离开现场。哇，如果姐姐们的要求比较重口味也可以，就是亲一下或什么都可以。可是你们要猜中才行哦。好，然后4个或5个要猜中一个，你们的眼力没那么差吧，总要猜中一个才行。罗美颖忠心耿耿，杨修为当场呛虾。胡祥正应该是18号，对，我一直写我的18号。所以为什么线索？17号应该是许浩翔。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17号也猜对，18号也猜对的话，我就让你选一个。不要，17号跟18号，我是忠心的，我叫阿忠，我只忠于18号。万一18不是胡祥正，他就那我就回家。你就要回家的。回家你也不要了，是不是？对，我都不要，我就忠心。胡祥正，你有男朋友了，你还来这边干嘛？对，哎，准备要放下来吗？欧巴桑，你还好吗？我还好啦，因为我都跨年天啦，我这边都看得到啦。欧巴桑有喜欢的吗？基本上没有啦，因为我还是黑。对，欧巴桑，那我们要降帘子喽。好，1、2、3，起哇！干什么？徐佳瑞，坐下，坐。哎，等一下，你太冲动了吧？这个怎么看啊？许佳瑞，回去。你要干嘛？猜得出来吗？好难！你在干什么？我觉得我最喜欢你们控制一下。我喜欢你们两个，就是你们了。等一下，真的，你要，我相信我的直觉，你要猜中，你要猜中才行。你刚刚9个里面有没有你？9个里面有没有你？你告诉我，9个里面有没有你？回去，猜中才行。你干什么？我有没有选你？你回来，你要用猜的。我觉得我有选到。你不可以问他，不要乱摸，回来。那个头发，回来。小心！小心！我不会看。为什么他们这么失控啊？哎，等一等，涛哥，我又看到了一个那个立头发，那个也是我喜欢的。好，哎，其他人，我们要公平一点，我们要用眼力来猜哈。我猜不到。等一下，婷婷，婷婷站起来哈。好难哦。好难。婷婷，你刚刚说你选了几个人号码报给我听？3、5、8、18。
好，你上面有一些笔记嘛，对不对？对。所以你先来找三号吧。他说他要带女孩子去屏东的外婆家。好。我觉得是他吧。你觉得是他？你觉得三号是他吗？我只能够问他是不是三号哦，如果不是就是错了。哦，对不起。所以陈子印吗？请问你是三号吗？你怎么猜出来啊？什么东西？什么？你怎么猜中的？因为我在日本很久啦，如果有去过日本的人，会有一点点日本的 style。我被他拿走了耶！你怎么眼力那么好啊？那可以吗？哎呦，他条件很好哎。我就让他抱你离场喽。下场离场，抱出去耶！是要这样抱吗？抱的吗？不然你是要这样抱吗？好，三号这样抱哦。OK 吧？你确定？加油！你开始可以吗？我们牵着手走出去好不好？好啦，可以吗？他是能被抱，干嘛要放过这个机会呢？对呀、啊，你至少摸摸胸肌，看他有没有人鱼线。你猜那么准，应该要。哎，他有人鱼线吗？有吗？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好了，你给姐姐们看一下人鱼线吧。没打。在哪？走过来，走过来。他算有吗？顺顺的吗？是我要看到内裤的嘞。很帅耶。你是哪里人啊？台湾人。台湾哪一个地方？不要闲聊。你看，这是你的配对。他已经是别人的了，算了。他真的很棒哎。OK， 来，陈子颖，你告诉我哪一个不棒的？好，来加油。怎么办？压力好大哦。哎，这个命中率太厉害了吧？好厉害啊！请问有谁自告奋勇？因为剩下的人越早开始，剩下我不管，我要先选。罗美美，先选先赢。反正你就是那个。反正我你先讲一下你的五个。我所以你就吴翔镇。罗美美，我就我吴翔镇。对。对啊。等一下，你要讲出他是哪一个号码才行。吴翔镇应该是十八号，对，我一直写我的十八号。所以为什么线索？十七号应该是许浩翔。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十七号也猜对，十八号也猜对的话，我就让你选一个，好不好？不要，十七号跟十八号，我是中心的，我叫阿忠，我只忠于十八号。你认定他是十八号？我认定。然后十七号你的线索？十七号我认为是那个许浩翔吗？第一排这位是不是？对，许浩翔举手一下。所以你认为这个是十七是不是？对，我认为吴翔镇是十八。OK。反正罗姐就是锁定十八，就一定要是对，所以万一十八不是吴翔镇的话，他就砍，那我就回家，你就要回家的。熊大人你也不要了是不是？对，我都不要，我就是忠心耿耿的一人。真的吗？对，那你那么忠心，没有男朋友了，你还来这边干嘛？好，你忠心，你来干嘛？跟我们抢？两位资深艺人不要吵架。你放心，在上海我一定对他忠心。我在台湾就不一定。在台湾我可以对另外一个忠心，这奇怪了。他需要有驻各地的代表。对呀，对呀，对。好，妹妹，我要帮你揭晓了哈。吴翔镇，麻烦你把你口袋里的号码掏出来，贴在你的胸前。哎呀，你一定要十八，我一定要十八。赶紧的，十八王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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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吧，这样也可以啊。请问，你裙子很灵活哎。为什么又在用这一招？你看起来好像蒲公英哦。不是，因为我知道鞋子很难走。对，你很厉害，像踩高跷一样。不好走就需要别人抱你走吗？要，一定要，我要亲亲。哎呦！新娘抱会穿帮，所以你说是要嘴对嘴的亲吗？都可以。可以拉近吗？我不要亲他，他可以亲我呀。OK OK， 对。吴翔镇来到前面来哈。你怎么全身僵硬了？你都硬了吗？要亲亲。我跟你讲，罗美美现在要求的是亲亲，那因为她猜中。要不然不亲亲还有什么更好的？对啊。摸我摸她。也好啊，我给他健康检查，我觉得也可以。或者是罗姐，不然你摸他，然后他亲你，好棒啊！小 S， 你要什么包？你跟我，你传简讯给我。好，所以我们现在先进行那个健康检查部分。好，可是不用太深入检查哈。我可以检查，你先照个 X 光嘛。哎呀，耳朵太小了，比较没有福气。你在相面，但是跟我就好了。哇，胸肌也不错，哇，腹肌一二，他手臂也感觉很紧，哇，很紧哎，手臂来这样子一下，哇，你看
看我们两个都有老鼠。对，拉起来，拉起来，屁股，哎，屁股拉起来了，屁股不太翘哦。背心拉起来看有没有人鱼线，屁股可以擦一点，可是紧实度够就好吧。你去蹲一下马步好不好？啊，对，对，大腿，哎呦呦，紧的紧的紧。哎，小腿，哎，没有萝卜耶。可是。你检查的也太彻底了吧，不错的腿呀，还蛮秀气的，这腿还蛮秀气的。你刚才看人，你刚才看人鱼线的时候，好像吴湘镇没有人鱼线，好像不是很明显。来，吴湘镇借姐姐看一下，我有肚毛。你有人鱼还是鱼人？鱼人，他有人鱼线了。我跟你讲，这个捞起来就刚刚比你那个好看。哪一个啦？那个太瘦了，那个爆出去的啊，那个太瘦。我在场的就不要这个好，这个好，好了，好，那吴湘镇你自己选罗妹妹某一个地方可以亲一下哈。你不要说，我刚刚说，我很喜欢有美腿，所以我想说，你会亲我的腿吧？先可以亲两个地方吗？可以啊，可以。那我就一个脸颊，一个小腿。哎呦，可以吗？那就先。我没有问题，你亲哪里？先脸颊，先脸颊。好，接下来下一个你的选择。不，有没有给我带爱心亲小腿？那我接下来要亲小腿了。小腿怎么亲啊？怎么亲嘛，对不对？这是哪一招啊？而且不要故意啊，我抽筋啊！你抽筋啊？不是，因为我这鞋子难站嘛。哦，鞋子难站，对，这个危险。他一歪，我觉得你坐着。对，你应该坐着。你坐着。好好好，来。哇塞，我就可以陪坐了。好，哦，好了，这个可以吗？可以了，好吧，吴湘镇麻烦你。你这应该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亲小腿吧？真的，没有过。哇塞，我都是羞愧了，完全。那个，我把想麻烦你把椅子搬到罗美美旁边，让那个吴湘镇坐她旁边。不要不要，上面直接坐这里。哎呀，他们两个坐一个，我们两个坐一个就好了。可以吗？最好一点。杨修蕙选中杀人魔，当场跪地求饶。修蕙，你的号码是哪几？18号已经被选走了。好委屈。我现在就那个6号杀人魔。陈红平啊，陈红平呢？慈眉善眼不可视，所以是吗？陈海鲜那个，对不对？你刚刚说杀人魔是几号？杀人魔是6号。6号哈。6号。陈红平，请问你几号？吃海鲜的吧。16号。杨琪，你选了几个号码？我选了4个。哪4个？7号、10号、12号跟20号。好，来起立。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猜不到。我觉得20很好猜啊。真的吗？好猜吗？我们刚刚有问 dancer 嘛，然后是公仔，公仔，然后稍微体型小一点的嘛，小一点。然后是桂纶镁加那个啊，对，就是他，就张张他张颖。可是你，杨琪，你有4个人选，你要先猜20，还是你想先猜别的？我真的好怕猜不准哦，我猜不准没有损失啊，只是可是他们都已经配到了，感觉猜不准会好丢脸。没配到你是会死呀！对，你该来干嘛？你一个人，我又是外人，要配谁干嘛？不要吵架！好，杨琪娜，4个当中你最有把握的是哪一个？好了，我真的就是都没有把握。哎 ，Terry 不错耶。不要管谁不错，我们在猜这个。试试看，猜10号。10号啊？好，你认为谁是10号？10号，他们有腹肌脸的那个。好，他们有腹肌。我其实都猜不到谁跟你结婚，结婚跟我有腹肌脸。结婚没有跟你有腹肌脸。他真的没有。有吗？他真的没有。我知道谁跟。没有吗？我知道有。你觉得谁跟杨修蕙有腹肌脸？还有罗姐。10号，那跟我们有腹肌的应该就10号吧。对，我知道。好了，没有，我其实本来10号，我有2个，余颖跟杰夫。哦，我2选1，因为我觉得你认为他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10号吗？对，就是。好，我替你问哈。好，杰夫，请问你是10号吗？我不是。OK。余颖，请问你是10号吗？我不是。哦，你快。杨琪，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从4个号码中选一个，号是谁？选一个别的来
就公仔是不是？对，公仔是美的那一个嘛。二十号很好猜啊。对啊，二十号就是桂纶镁。那就桂纶镁吧。所以你觉得二十号是谁？他。所以，请你把你号码牌拿出来贴在胸口好不好？啊，你们两个配成对啊，很可爱的吗？几号？柔烂，但是二十号。我烂了，请你不要先抢你烂。好，他是二十。柔烂，对不对？所以杨紫，你为什么选二十？因为我喜欢 dancer。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很有活力的感觉。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抱杨琪离开现场，他没有办法啦。你说你喜欢 dancer 啊？对啊，宽崎骏也是 dancer 啊。哦，真是看不出来，真的，真的没有，你很强。没有，但其实我知道现场，我现在看到人了，我知道有。所以杨琪，你有要替对方检查身体吗？没几两肉，我想要看他跳舞。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 ，dancer。好，那二十号麻烦你为杨琪跳一支舞好不好？好，没问题。好。哎呦，要对对方，要对对方放电的那种哦。对，要专，不能没感情、哦。要放电的、哦。可爱，可爱、啊，可爱，可爱。哎呀，我真的看不太懂这部分。没有，他这种就是宠物男孩带回家，让那一个笼子把它装进。那张浩，你坐一下，你在杨琪旁边坐一下吧。哎呦喂，陪姐姐坐了。我们还剩下两个女生没有猜哈。嗯，对，秀慧姐加油。秀慧，你的号码是哪几个？18号已经被选走了，好委屈。我现在就那个6号杀人魔。杀人魔有蛮多个的耶，加油！我看你选不选做杀人魔。然后还有一个9号吹海风喝高粱的，哎，对，那个也好适合你哦。对。然后还有一个跟我同脸的，夫妻脸啊，夫妻脸。我就夫妻脸，就杰夫应该跟我们叫夫妻。杰夫真的跟你不是夫妻。杰夫真的跟你。我觉得你可以猜杀人魔或者吹海风。陈红平呢？陈红平呢？陈红平，陈红平应该是刚刚倒数戴帽子这位的其中之一。那个陈红平。一起杀人魔，我靠你们啊！慈眉善眼不可能，是陈红平是海鲜那个，对不对？你刚刚说杀人魔是几号？杀人魔是6号，6号哈，6号。陈红平，请问你几号？吃海鲜的吧？我是6号。喜欢杀人魔的那种气质吗？你要检查身体吗？我不要检查身体。那你要亲他吗？你太牛了，我不要亲他。你看，不要杀我，我很久没有被杀了。我们要听听陈红平心里怎么想。杨秀慧选到他。哎，陈红平，如果是秀慧做女朋友可以吗？你也不能杀他，什么态度嘛？慢点，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哎，怎样？有什么意见？你说说看。哎，当朋友是可以。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外形很搭哎。这样子。他比较害怕一点啊，不然没有办法。我跟你讲啊，秀慧，既然猜中了，可是他没有那么情愿的话，啊，那我们放宽回家了哈。我们放宽一次机会，你再猜一个那个。再猜一个。快点！笔记，秀慧啊，笔记，吹海风的那个。九号。哎，我真的喜欢你，直接问杰夫几号啦？我觉得他跟你很配啊，就直接问他几号啦。他跟我很配，可是他刚有说不是20号啊。可是你很想跟他。10号哈。你要找夫妻演的啦。我觉得那个红色头发那个，哦，那个9号是不是？他应该就是喝高粱吹海风的那一个。你是刚刚回答说你要带女生去吹海风的那位吗？哎，对。舒服多了嘛，小姐。
许大瑞精心挑选的音响机人竟然全数动猪肉。许大瑞，告诉我你的四个号码好不好？好，还有五个，五号、七号、十号、十七号，你要对起来啊。好，请问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五号？五号举手，有没有？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五号？五号举手。没有。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七号？七号举手。四个人当中有没有十号？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十号，十号有没有？有没有？四个人当中有没有十七？十七号总有了吧？我们只剩下曲嘉瑞了吗？耶，曲老师压轴。我相信曲老师的眼力啦，因为曲嘉瑞，你的号码是哪几个？我是五号，我这么敢。曲老师压轴，五号、七号、十号、十七号。可是我先不要看这个好不好？我就先选我喜欢的。我喜欢这个，我刚看了，你看看哦。对不起啊，那我还喜欢你，我喜欢你，陈诚赫。对，我喜欢，我喜欢。现在就对了啦，这 EUK 也赞了。曲嘉瑞，我跟你讲，站好，站好，站好。我跟你讲，你挑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也很好，我也喜欢他，这是我喜欢的。站好来看看，你挑出来的人当中只要有一个是你的号码当中的。就算你猜中，好不好？我一定会。可是都比曲老师个儿，我可以多写，我可以多写，没有关系。不 care。哦，你让我想到我之前认识那个苏格兰那个男生，你眼睛好漂亮哦。所以你已经挑完了吗，曲老师？然后你让我想到那个犹太的那个男朋友。你的回忆我已经好紧哦。许嘉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让你再选一个。还有没有 ？Terry 吗？对。对啊，我刚刚就说 Terry 好吗？好，站好。好，所以你现在一共有四个人选哈。然后曲嘉瑞告诉你，哇，我觉得这画面实在太美了。曲嘉瑞，创世纪也不过就如此，你知道吗？曲嘉瑞告诉我你的四个号码好不好？好，还有五个，五号、七号、十号、十七号，你要对起来啊。好，请问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五号？五号举手，有没有？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五号？五号举手，没有。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七号？七号举手，四个人当中有没有十号？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十号，十号有没有？有没有？四个人当中有没有十七？十七号总有了吧？银修号码拿出来我看，是什么？银修是八，余号。就带去是十二，你是十二，晨晨呢？十一，欧洲的 Terry 十一，十五，十五。徐老师，你怎么可能眼力那么差？八号、十一、十二、十五，你看一下我，你看一下我，我一点记号都没做，你看看，八号没有打勾勾，对不对？十二、十一、十五，厉不厉害？我叫你算选到了吗？好啦，是啊，你都。我们优待一下曲嘉瑞好了，所以四个人都让他选一个抱他出场吧。OK， 好。曲嘉瑞，所以这四个当中你要谁抱你出场？不行啦！刚刚九个人里面有你们吗？喜欢我说欣赏曲嘉瑞的当中有没有？用眼只有你一个啊！蛮好，他很棒啊，他秀气又带点，而且你知道他是多硬吗？我都被弹回来了，你看。明修，帮我们一个忙，把他抱出去吧。你不要用抱的，没有关系。不然我们录不完了。他抱得动啊？他抱得动吗？抱得动啊，可以的。真的抱得了吗？来，好吧，加油，加油！拜拜，太棒了，康熙，拜拜。他们上山的后座，我可以挑几个代表。可以，不行吗？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哎，其实你看，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好朋友？我们这几个女生胃口全部不一样，不抢，真的没有抢到，真的。小 S， 你说跟秀慧有姐妹脸的事，是哪一个？对啊，谁啊？夫妻脸，夫妻脸这么明显，就阿文啊。我不，下面我不同意。好了，谢谢大家了。